因为分享，所以更强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赞。俗话说得好，穷玩车，富玩表，摄影穷三代，单反毁一生。那么作为咱们玩灯一族呢，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前面两集给大家简单介绍了关于尼康、佳能原厂灯的使用方法以及操作说明。那么这一集呢，咱们来说说咱们国产的一个品牌神牛。最近这个牌子呢，在国内还是非常火爆，在国外呢，好像做的也还不错。那么咱们简单的呢，今天来说一下它的 X1 银闪系统以及 TT685 和 V860 二代这两只灯。那么它们俩这两只灯呢，实际上来说，在功能上以及操作界面上呢，没有任何区别。它们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860二代呢内置了锂电池，它的续航时间更长，然后回电时间呢更快。其他呢，这两只灯包括模具上，如果您不仔细看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找到太大的区别。